中共对台的威胁有多大？前联电董事长曹兴权台上讲的滔滔不绝，只不过麦克风却不时有杂音。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拼命破坏中国，知不知道这个？难道这是阿共的干扰吗？不是，不是被渗透，不用担心哦。因为这栋大楼，我们之前就是有时候这个音响会跟那个跟其他打在一起。对面的应该是希望广场的，我们好几次主席 也弄到主席。民进党打圆场，不过这场国安营对株洲正是对岸的认知作战。现在很多的县市都是国民党执政，那么现在这个立法院他们也占多数，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？因为他有个认知作战很成功，他说台独就会引起两岸的战争，你不搞台独就没事，所以。民进党搞台独，所以这个引起两岸战争，这个对一般人听了非常有说服力。直言禁止台独就是中共最成功的认知作战，只是这论点不知国民党能否接受。台独就引起战争，你被骗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所以认知战啊，国安上要把这个怎么样洞悉这种欺骗，怎么样反驳这种欺骗？除了飞弹、银弹。我们还有认知作战，制造很多的烟雾弹。对抗中共的认知作战，民进党不遗余力，从下扎根。TVB 新闻，李国政、邱焕柔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